易经为群经之首，被称为天人之学，历来广为人知，却又神秘莫测。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蕴含了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。台湾大学哲学系傅佩荣教授从卦象入手，深入浅出，娓娓道来。不学一定不会，学了不一定会，学会终身受用。傅佩荣教授教我们从易经中学习为人处事的智慧，为我们呈现一部能够听得懂的易经。易经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书，深奥难懂。这本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孔子晚年读易经，发出家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亦可以无大过矣的喟叹。他到底从易经中学到了什么？孔子在人生的两次大转折时为自己占了两卦，而荀子却说真正懂易经的人是不会占卦的。那到底占卦准不准？什么情况下不能占卦？傅佩荣先生《易经与人生》系列之《易经是什么》正在播出，让我们正本清源，了解易经真谛。各位朋友，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易经。今天谈的主题是易经到底是什么。我在很多年前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教书，我们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，所以我到国外之后呢，跟很多中国人一样，先找中国餐厅。那么有一家餐馆呢，老板后来知道我在教哲学，他就跟我说，我们这个餐馆生意不太好，因为犯了路冲。犯了路冲之后怎么办呢？他就去买一个先天八卦图，挂在餐馆门口，挂了一个多月呢，生意没有改善。他就说你帮我看看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。我这个在那边用餐，他们都很客气啊，我就说好吧，看一下。一看之后发现他的先天八卦图啊，底下两个卦画反了，难怪是无效的。但是改正之后是否有效我也不知道，也没有这个把握。易经在一般人眼里是本深奥难懂的天书，很多人把易经当作消灾避难的良方。然而易经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趋吉避凶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把易经啊当作心理上的一种需求的满足。事实上是否能够消灾解厄呢，趋吉避凶呢，在易经来说的话呢，它的重点不在这里，反而在于说你要修德行善。所以我提这个简单的过去的经验呢，是因为八卦就在易经里面提到，也是我们最古老的传统。谈到学习易经啊，我有三句话作为心得，先做一个简单介绍。第一，不学一定不会。很多学问呢，你虽然没有学过，比如你听我说孝悌忠信修德行善，哎，你说这大概是儒家吧。那如果说你听我谈到自然无为知足常乐，你猜也知道大概是道家吧，大致上是对的。但是易经不一样，你如果看到一个人画六条线六条横的线画上来，他说这是一个八卦图，或者说六四卦其中的一卦，你看到这六条线你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把易经当作天书，他如果没有学过易经，没有入门的话，他看到易经书上所画的卦真的是不知道它在代表什么，立刻就有挫折感，就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。所以不学一定不会。接着呢，学了不一定会。你说学了还不一定会，那干嘛学呢？你说好，那你学的时候为什么说你不一定会呢？因为易经内容太复杂了，太丰富了。如果你说你学易经你要会，怎么算会呢？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什么？有关于义理方面。义理就是一个人做人处事的道理，怎么样做才是对的，叫做义理。
第二方面是什么呢？相术方面，有这个卦象，还有计算的方式，这叫做相术。相术方面的话，就跟你应用在生活里面的占卦有关。义理方面的话呢，你可以怎么样做人处事，应该遵循的原则，这两方面是都要了解。通常你一开始学易经啊，很容易跟一个老师，他说我是义理派，为什么？他教哲学嘛，教哲学的话当然讲道理啊。另外一边说我是相术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专门教别人怎么样占卦，这是很实用的，里面也可以算命啊。所以很多人他就分两边了，分两边之后你缺一不可，两个相合才是一个易经真正的原始的理想。所以说你学的不一定会，最后呢学会终身受用，就为了这最后一句话你才愿意花时间去学。学的时候终身受用，你花上一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学，一辈子都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做人处事的道理每一个人都需要，不是只有几句格言几句教条而已哦，而是整个的人生的道理都懂了。而是怎么样呢？进一步在了解占卦的话呢，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碰到重大的有疑惑的时候呢，真心的去占，就可以得到某种明确的答案。傅培荣先生总结说，易经的最高理想是对自己的生命掌握主动，培养智慧，发展能力，兼顾德行。而现实生活中易经却经常被误解，仅为算命测字风水起名之用。追本溯源，易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书，古代的书啊是竹简的，所以它非常的简单扼要，材料很少，但是后代发挥的很多了。说到我们的十三经，排第一的就是易经。古代没有讲十三经，讲五经。我们大概说明一下，诗书礼乐易，诗经代表文学，书经代表历史，礼就代表生活规范，乐代表艺术，代表音乐修养，易呢代表哲学。一说哲学，玄之又玄，好像是跟生活脱节了。所以易经本身在古代被列为哲学这个范围啊，它有什么特色呢？其实哲学是爱好智慧，智慧有一个特色，完整而根本。所以你就不能只看人的世界哦，还要看自然界，还要看天道，天地跟人三方面都要兼顾，不能只看现在哦，要看过去还有未来。所以在空间上时间上叫做宇宙，两方面都要兼顾。所以易经作为哲学的代表，在古代呢它是最根源的。说到最根源呢，是因为它包括三大部分，第一个叫易经，第二叫易传，第三个叫易学，三部分。这是学术界现在目前的分类的方式。如果说你今天说我一定要只念易经吧，那很抱歉，最多20页，因为易经本身很少啊，只有64个卦象，加上卦辞爻辞，20页写完了。但是20页没有人看得懂，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太扼要了，太简单了。所以就有易传，易传就很有学问了，等于是孔子跟他的后代弟子们呢、整理一个整个学派的合作才完成的。所以你现在买任何一本易经啊，它都经传合在一起，因为分开的话呢你实在是不容易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一合在一起的话就经过儒家的解释，等于是易传里面的内容很丰富，有10个部分，叫做十易，易就是辅助啊，好像翅膀一样，辅助这个让你了解易经的，从彖传、象传、文言传、系辞传，再到说卦、续卦、杂卦这些，这10个部分呢，就把易经的内容啊开展出来，成为最基本的材料。易经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经典，集古代人生智慧之大成。然而在时移世易的现代社会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么古老的智慧呢？人生的智慧啊，在易经里面可以说是集大成，可以说得到最好的一种完整的解释，就看你后面怎么样引申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第二部分就要说明易经的大原理，一句话就可以了。
观天道，以立人道。天道就是代表宇宙大自然的规则，人道就是人的世界应该如何生存的道理。你不能够说我关起门来过人的生活，因为你随时跟自然界互动产生关系。你住在山边就有适合山的特性的生活，住在海边就是另外一套了。你不能说我是一个人，我到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一样，那你不能够适应自然条件的话，春夏秋冬都不能分辨的话，怎么生存呢？所以人的生活跟自然界息息相关。接着我们就要问了，人之道有什么特色？人之道的特色啊，跟万物不一样，因为万物是有规则的，有规则的叫做自然规律，有规则自然的就是必然的。比如我手上拿一只表，我的手放开，表自然掉下去，也可以说表必然掉下去。所以黑格尔说过，自然的就是必然。但是人的生命不一样哦，怎么不一样？身体属于大自然，饿了一定要吃饭，渴了就要喝水。但是呢，人的特色在于它有自由，这边是自然，这边是自由。自由两个字一出现，天下的问题就出现了，天下就麻烦了。因为你有自由嘛，所以你就有选择的可能。选择需要先认知，认知恐怕会有错误啊，认知错误加上选择的时候有各种偏差的考虑，包括欲望在内，到最后结果呢，天下大乱。所以古代的人啊，他发现说自然界的规律啊，在人的世界不一定适用。有些人是宁可饿死，他也不去抢钱，不去抢面包，他认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我才不那么笨呢，好歹也要先吃饱再说。好，他拼命去用非法的手段，其他的方式让自己吃饱，有的饿死了，有的吃饱了，但是后代看起来都死了，人没有不死的。所以你就要问了，你以什么方式让自己活下去呢？这个方式需不需要考虑到正当性呢？还是说活着就好？一般的生物啊，活着就好，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。你说有啊，有的生物它还有放弃生命的，那是为了繁殖，就两件事，活着跟繁殖。那人类的话不一样啊，我可以这个为了某种理由、某种理想牺牲奋斗，在所不惜。所以你说你要安排人之道的话呢，就要问自然界有它的规则，人的世界身体许多方面也属于大自然，但另外还有属于人的部分。在西方就说前面的叫做实在的情况，后面叫做应该的情况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在于说你有自由可以选择，那么请问选择的标准何在？你为什么要行善避恶？就这么一句话。因为行善很困难啊，为恶就很容易了。你顺着本能发展，顺着欲望发展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为所欲为，最后结果就是为恶了。那你要行善的话，必须时常提醒自己啊。我们儒家讲究慎独，真是紧张啊，一个人在房间还要好像五个人看着你一样，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压力多大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？辛苦的压力是从外面来的吗？不然，儒家思想如果讲外面来的压力，那不叫儒家，那只是别人在约束你。真正的儒家是由内而发，我约束我自己，因为人性向善，我真诚引发力量，自我要求。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易经啊，它这个理想发展下来之后最自然最正常。当然道家也学到易经呢，柔弱胜刚强，很多地方你可以发现你从正面不见得达到效果，你从反面你这个等待一段时机，哎，说不定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道家就比较偏向这一方面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谈到什么呢？谈到观察天道，安排人之道，这是有关义理方面的。平常我们见面呢，都要先交换名片，请教大名。人从小开始要有名字，名字本身不变，但这个人呢，天天都在变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小时候生下来叫这个名字，哎，这个名字不变的，身份证上名字三个字不变，但是你哪一天不再变呢？从小学一路到现在毕业了几十年了，名字是一样的。这说明什么？易经的智慧啊，就表现在使用符号象征上面。西方有一个学派
他强调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。说到人的特性啊，你跟动物相比有什么特别？以前西方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，但是为什么有理性的动物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事情呢？人类历史上很多非理性的事情啊，到后来很多人说换一个方式吧，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。说实在，你会笑，有时候是笑里藏刀，有时候是表面笑里面哭，那你怎么知道动物不会笑呢？所以有各种方式来说，而这个方式可以参考，人是唯一使用符号的动物。什么叫符号呢？符号跟记号不一样，比如说你过马路看到红灯就停，这叫做记号。你如果发现国旗被人家烧了，哎呀很愤怒，所以你看中东很多国家抗议美国，就拿美国国旗拿了这来烧，美国人就很生气。我们说你干嘛生气呢？他们只是烧块布而已，那不是布哦，他画上某些符号就变成国家的象征了，这叫做符号。所以记号是一对一的，符号是有无限的引申的空间，跟个人的生命遭遇有关。有些人对国旗没什么感觉，有些人感情深厚，每个人不同，这叫做象征，叫做符号。易经呢都是象征，譬如我们说基本的象征是什么？好，变化，易就是变化。变化的话就有主动力跟受动力，主动力称作阳爻，一条横线中间不断，叫做阳爻。爻什么意思呢？爻这个字啊，就两个叉叉嘛，叫做爻，它就是效法的意思。爻就是说我画这条线效法宇宙里面的主动力，那么只有主动力不够啊，还需要有受动力，否则主动力一下下去就没有了，好像流入这个泥沙之中啊，需要受动力把它接受过来发展，这叫做阴爻，一条横线中间断裂的，就这两种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阳爻代表主动力，阴爻代表受动力，就靠这两个主动受动构成了宇宙万物的变化。易经我们耳熟能详，那其中的易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易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变化，最基本的意思。第二是什么呢？不变。你说为什么又不变呢？又规则不变，变化有变化的规则，规则是不能变的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叫做易简，容易跟简单。为什么讲易简不说简易呢？你说简易好像很容易啊，事实上不见得。在易经里面讲的是易简，易代表时间，简代表空间，所以易经的易呢代表时间跟空间，乾卦代表时间创造力，坤卦代表空间承受发展。易经在乾卦里面的生命力。再来的话，这个易啊就包括三个意思，变易、不易、易简。易经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书，深奥难懂。这本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孔子晚年读易经，发出家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亦可以无大过矣的喟叹。他到底从易经中学到了什么？孔子在人生的两次大转折时为自己占了两卦，而荀子却说真正懂易经的人是不会占卦的。那到底占卦准不准？什么情况下不能占卦？傅培荣先生《易经与人生》系列之《易经是什么》正在播出，让我们正本清源，了解易经真谛。观天道以立人道，易经通过大自然的规则教会我们处世之道。那么古代人面对疑惑的时候，又是怎样通过易经来观天道的？古人如何解决疑惑？古代的天子啊，他碰到困难跟我们一样啊，谁都会有困难嘛，要不要迁都呢？这里常常有洪水，要不要搬到高的地方去？一般人都不愿意搬，为什么？哦，好不容易买的房子，你一迁都的话，这房子跌价怎么办呢？古代人也一样啊，他也喜欢这个安居乐业，像商朝盘庚，他要迁都的时候，大臣都不迁了，都治了产了，那盘庚怎么办呢？只好用鬼话来吓人，说我做梦啊，或者我祷告的时候跟我的祖先说，叫我的祖先劝你们的祖先，叫你们的祖先警告你要听我的话，绕了一圈。
好不容易才迁都迁城呢、啊，盘根啊迁都。那么在古代的天子啊，历朝都有天子嘛，从夏朝到商朝一直到周朝，他有困难怎么办呢？这边就有趣了。我们参考的是《尚书洪范编》，在《尚书洪范编》里面提到洪范九愁里面的第七，叫做疑疑。疑疑就是去解决疑惑，我要研究一下，有困惑怎么办？人生是有困惑的。我们常提到孔子四十而不惑，很多朋友到了四十岁就喜欢说我现在是不惑之年，我就问他你真的不惑吗？他说实在正是大惑之年，大惑不解，人生的疑惑不会自己解决的，一定要你有方法。古代的天子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五个方法。第一个，自己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做。因为天子啊，一般来说站的地位高，他可以看全方位的这个国家的需要，他也比一般人聪明，不然怎么能当天子呢？第一个，自己先想清楚。第二个，跟大臣商量，各部会的首长他们是管专门的范围，跟他们商量说今天啊要什么事情要先做，交通部啊财政部，每个地方各有各的这个管的范围，跟大臣商量。第三个，跟老百姓商量。我们很难想象古时候也有民意测验啊，就是你要问问老百姓的意见，到市场上跑一跑，收集一些资料。前面三种都是跟人有关呢、啊、天子自己想清楚，请大臣一起来开会，然后再找老百姓来看看他们的意见如何。第四个跟第五个，哎，就要去什么占卦了。第四个就要杀一只乌龟了，所以古代的乌龟真惨，只要长到这个几尺圆径，就是它的壳啊，长到五尺以上的都很危险。古时候用龟壳怎么占卜呢？就是现在的甲骨文嘛。要不打仗，杀一只龟，龟壳上就磕了，这边要打那边不打，然后放在火上烤，哪边先裂开，哪边先裂就按照哪边的指示，代表上天告诉我们要打仗。事实上这是一个什么士气问题。一个国君啊，他本来就可以下命令要不要打仗，下面谁敢违抗呢？但是光靠一个人下命令，底下人没有信心啊，想说会不会你自己跟那一国的国君处不好了啊，心情不好要报仇了，我们去当牺牲品。所以他不行，他就要占卦。占卦第一个用龟壳来占，用龟壳占不太好。为什么不太好呢？可以动手脚啊，我知道国君喜欢打仗，这边壳用力一点，火一烤哪边先裂开嘛，就靠这个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就靠易经。易经的话叫占士，士是代表古代的一种草，士草一拔起来有一百根茎，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草了，只知道古人的描写，所以这种草叫做神物，天生神物，很灵的一种东西，这是易经里面的占卦。所以古代就有太卜之官，专门负责占卜的官。你要占士的话呢，它基本的原理是什么？见往之来，让你避开盲点跟执着。所以我们谈说易经到底是什么，一路下来最重要的是观天道与立人道，就是讲义理方面，人类应该如何生存。我们也都知道人类生存当然希望趋吉避凶嘛，希望所有的吉祥都能够到我们身上来，所有的凶恶凶险灾难都不要来。但是呢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，因为变化嘛，当你正在说哎，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底下开始出现了凶险。当你说哎呀，最近真是一切都不顺，说不定已经快要过去了，底下就是幸福了。这是易经里面的观念。老子后来说了一句话就很符合这个道理，他说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他说灾难啊，旁边就靠着幸福嘛，幸福呢底下就藏着灾难。所以当你现在正在幸福中就要小心啊，居安思危啊。当你说我现在正在受苦受难好多年都受不了了，哎，旁边就靠着幸福，你终于撑过去了，雨过天晴，重新开始。这都是受到易经的启发，说明宇宙万物啊都是在变化之中。宇宙万物始终处于变化之中，易经昭示的是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的道理。
既然如此，易经中的卦象有没有好坏之分？我们又怎样理解不同的卦象呢？我们讲天道没有吉凶。什么叫天道呢？六四卦整个的循环构成一个天道，天道是没有吉凶的。如果说你说哎，这个卦不好，易经里面有些卦是很困难的，称为四大难卦，我们将来有一集会专门谈这个，碰到困难怎么办，哪些难卦呢？比如说有个卦就叫做困卦。困卦代表什么？水啊在泽底下流走了，泽水困，上面是沼泽，水到底下去了，沼泽里面空了，对吧？怎么样呢？山穷水尽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它有几个困难的卦呢，你碰到凶险你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问天道无吉凶，你说这个卦不好把它拿掉，我现在出笔易经每个卦都是好的，有这种事吗？其实人与人相处啊，都是在比较之中，相对的好坏并没有绝对的好坏。如果说你要我常常保持在优势的话呢，只有靠修德。修德的话就是掌握到天道无吉凶，人的吉凶来自于欲望，你化解欲望就没有吉凶问题。别人认为不好的你不在意，因为你化解了欲望，欲望强的话呢，跟别人就会竞争斗争，到最后战争。那好了，我要消解欲望，别人认为不好的我不觉得不好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本身呢有一种自处的一种态度啊，也有一种处在困境里面的方法，趁机修德行善。从易经中可以学到很多修身养性的智慧，让我们聆听傅慧荣先生学习易经的切身感受。我自己学习易经的心得啊，在经验上来说，我念大学的时代念哲学系，老师教的是易经里面很小一段叫做乾卦文言传。乾卦文言传就是一篇文章嘛，我们念的时候呢，老师念得津津有味，我们听得头昏脑胀，因为才大学一年级啊，你完全不懂这怎么一回事，只看乾卦一个卦，乾卦很好看嘛，六条线都是阳爻嘛，就这么六条线谁都会画，小孩子也会画，那画了之后它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就发现每条线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？里面包括天包括地，中心是人。好，开始了，天跟地中间是人，这一来的话就出现到位置，在不同的位置就有不同的情况。所以大学时代所了解的是很简单的东西，接着呢后来对于易经啊，只听到别人说易经很神秘很有道理，但是也不知道它什么地方有道理。后来看到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，哎，就觉得这个图很有味道，里面还有数字的对照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后来很快时间过得真快，到了50岁的时候呢，想到孔子说的话，子曰加我数年，50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孔子说让我多活几年，到了50岁可以专心研究易经，将来啊就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了。所以孔子学易经啊，目的是希望将来不要有大的过失。这说明什么？人活在世界上，小的过失是难免的，大的过失为什么可以不犯呢？因为学习易经就可以避免。孔子说这个话也是很实在，也是很谦虚啊。我们有时候想到说儒家的思想，因为儒家的思想很清楚在易经里面表现出来，说儒家讲人性本善，其实不然。孔子这句话就证明嘛，他到50岁研究易经，只希望不要有大的过失，小的过失还是很难避免。那你说人性本善，这话是空的话，不实在。就像孔子的修养到70岁才能说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代表他在70岁以前从心所欲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可能会违反规矩，包括礼仪包括法这些。所以从这种地方知道说孔子他重视易经。易经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书，深奥难懂。这本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孔子晚年读易经，发出加我数年，50以学易，亦可以无大过矣的喟叹。他到底从易经中学到了什么？
孔子在人生的两次大转折时为自己占了两卦，而荀子却说真正懂易经的人是不会占卦的。那到底占卦准不准？什么情况下不能占卦？傅培荣先生《易经与人生》系列之《易经是什么》正在播出，让我们正本清源，了解易经真谛。孔子重视易经，而且自己在人生的两次大的困惑面前也占过卦。那孔子占到了什么卦？他又是怎样做的呢？认为说讲易经啊，不能谈占卦这一部分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孔子也占过卦。孔子占什么卦呢？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，心里想要不要做官呢？他就占一卦，占到哪一卦呢？占到壁卦。壁卦就是愤怒的愤呐、啊，右边那个部分，啊，也可以念成奔，那个字念在易经念壁，壁卦。壁卦就是说装饰品，所以孔子一算，我现在做官只是装饰品，摆在上面好看的，没什么用。他就不管了，他就退下来修诗书礼乐易这些。他后来呢，官做得不错，又发现有阻碍的，有困难的，怎么办呢？占卦。所以占卦是在你理性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求助于什么？求助于超理性，不是非理性呢、啊？超理性的易经里面的一些神奇的妙用。古人发明易经啊，本来就有属于象数这一部分，不能忽略的。所以孔子就占了，一占之后占了什么卦？履卦。履代表什么？旅行吧，你出去旅行吧。他就不做官了，出去旅行13年，周游列国。那你说孔子难道非占卦不可吗？说实在，我们现在很难再回到当时的情况，用理性思考的话呢，很容易主观，因为你主观有一种愿望，让你最后呢心想事不成，因为你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。所以易经最主要的是什么？让你知道天地跟人，让你知道同时发展的所有的现象。孔子虽然占过卦，但孔子之后的另一位圣贤荀子却说真正懂得易经的人是不占卦的。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辨识占卦？什么情况下不能占卦呢？所以孔子后面的荀子啊，就说善为易者不占，真正懂得易经的人他不占卦的。为什么不占卦？他了解修德在己。占卦的话呢，有一半求助于鬼神，那你不如自己修德算了。但是很多时候人有理性，总希望知道将来会怎么办。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决定，我就要问这个决定好不好，那变数太多了。你现在觉得都很好，都没有问题，所有人都说好，那你怎么知道过几天出什么事呢？比如说忽然来一个疾病就是 SARS， 忽然来个地震，那没有人可以猜得到的。你在国内没有问题，国际发生什么事谁知道呢？真的地球没事的话，还彗星撞地球，那怎么办呢？像这种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的。你说尽人事听天命，在易经来说的话，你不能盲目的听天命啊，你还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。所以易经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占卦很容易，解卦很困难。所以历代很多人在解卦的时候呢，就出了问题。到底这个卦这样解那样解都好像说得通，往往到最后事后呢才发现应该是怎么样解才对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本来就需要多做验证，到最后呢可以有结果出现。这个结果为什么可以准确呢？就要回到周文王。因为周文王啊，曾经被商纣王关在羑里关了7年。各位知道坐牢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他可以念书，反正你就是不能到处行动啊，有人供你吃，有人供你住，看着你不让你走，那你只有念书吧，只有思考吧。所以周文王在7年之内呢，就把易经的64卦，每一卦6爻，384爻，每一卦写一句话，每一爻写一句话，他总共写了64句话，加上384句话，这就是易经里面卦辞爻辞基本的部分。周文王，我后来看很多易经的书很有趣，日本有位学者也是研究易经很透彻的，他也是因为事情被关坐牢7年，出来之后写一本解卦的书，写得不错，同样是7年啊，所以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学易经啊，我们心里也有数啊，必须7年专心去想。所以我们今天谈易经的时候呢，不用特别去排斥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只把它当作算命的占卦的一种工具，那就错了。
你只用来占卦的话，到最后变成是违反它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既然提到占卦，我讲三句话作为格言吧。第一句，不诚不占，没有诚心就不要占。第二句，不义不占，不是你该占的就不要占。比如说我要占一下你有没有私房钱，这个是不义的事情，不是你该问的事。第三个呢，不疑不占，有真正的疑惑理性可以解决的就不要问了，理性实在是不能解决的，两边为难的你再来问。所以不诚不占，不义不占，不疑不占，你把这三个不占合起来看，就知道荀子啊为什么说善为易者不占。也有些人说研究易经到后来一个人会变成什么问题呢，叫做一方面是好的洁净经纬，研究易经心思要非常单纯，思想要非常的透彻，但他有一个毛病叫做贼，贼不是小偷啊，贼代表你想太多了吧，恐怕到最后呢偏离了人生的正路，就是非常可惜了。傅培荣先生开篇就说学会易经终身受用，那么今天的我们从易经中又能够汲取什么样的收获呢？说读易尾编三绝，这司马迁的话，他翻易经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是竹简的，竹简后面用绳子绑起来的，绳子断了三次，我们就知道他多用功了。古代念书人呢、一路下来易经都放在案头啊，每天有空就翻一翻，闲坐小窗读周易啊，不知春去已多时啊，时间就过去了。打发时间最好就是易经，因为怎么看都看不太懂，但是又很有趣，因为每个象呢都有某种象征，有的好像跟实际的事物很像，像你说鼎，古代人烧饭他用的是鼎，鼎就是我们今天的锅子嘛，但是古代用鼎啊，那鼎卦看起来就很像那个鼎的样子，所以有的卦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就知道说跟实际的事物很像，那到底哪一个先呢，是先有鼎再画鼎卦，还是先有鼎卦再画鼎，在古代来说都是很有趣的问题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人，他在企业界工作，他说我去年去算命，算到师卦好不好，说实在这个没来由的问我一个问题，我怎么跟他说呢，我只好把师卦画给他看，老师的师，我说啊，你的情况啊代表很多人支持你，做生意当然需要有人支持啊，代表众人，但另一方面呢出现了竞争的对手，所以你有压力，因为师也代表战争，商场上的竞争。他一听脸色都变了，他说讲得真准，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准，我只是把易经基本的道理懂了，每个卦基本的卦象跟他所象征的实际生活是什么情况，把这个了解了，了解了之后呢他一问我就跟他做一个介绍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尝试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去了解易经啊，我们今天就要善用这个权利。我想提一个很直接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说你像你刚才说的儒道包括佛包括就是说这一些哈，看庄子就是你说的灵，孔子庄子老子他们都达到了这种灵，就是说可以，他们就是可以说与天地共存，只要有天有地就有他们，可是我们呢，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是个小人，你想就凭着我们的修为想达到那种灵是不可，就是说有我不能说太没自信，我感觉是不太可能的。那么作为我这种，就是说作为我们这，就是说98%的这种人吧，就是说怎么来生活，觉得这种道呢，这种您说的德呢非常好，可是呢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，有的时候看别人去占小便宜什么的，上超市去吃一点东西干嘛的，觉得这种生活这种行为不道德，可是呢又大家都这样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这样讲，通常我们在讲到一个人的使命感的时候呢，不能脱离你生活的空间了、时间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常常想说，如果像我们今天在这边，我教书教了一辈子，但是对我来说今天这个场合我认真的讲每一句话都是我研究的心得，没有任何话是我这个自己不相信的话，我认真的讲，我就把今天这事情做好，把今天这件事情做好，我就是一个好老师。那各位今天在这边听啊，哎呀非常安静，哎，这一两个小时你就是最好的听者，你做到了你该做的事啊。
所以你要记得把它分散在每一个小事情上，你每一件小事情都想到说我真诚面对，我跟别人有互动的时候互相尊重，那这样就够了。那你说到超市里面别人怎么样你也怎么样，你如果说出于一种大家都这样做，法律也准许，也没有什么人反对，也不违背什么规矩，那也没有人会怪你啊。每个人这种贪小便宜心理，只要不损害别人他无所谓的了。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，你还是跟别人之间有适当的关系啊，比如说你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这些人，只要有关系之后就有一种利害之间的摩擦，这时候你就可以修炼了。人生就在修炼里面才能成长。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伟大的人呢，千万不要羡慕哦。像孟子最推崇谁？舜。你知道舜怎么生活的？舜的爸爸娶了后母，因为妈妈过世了，娶了后母，生了个弟弟叫做象。这弟弟坏得不得了。孟子写他六个字哦，你看他多可怕。说这个弟弟啊，日以杀舜为事，每天都以杀舜作为工作目标。这是什么问题家庭啊？然后爸爸跟后母呢就帮弟弟，一家四个人呢、啊、三个人联手要杀一个，什么杀都杀不死，跟蟑螂一样。然后呢那个舜就因为这样子被整到最后变成圣人，不是剩下的人了，是完美的人格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如果是舜一定觉得自己倒霉，我怎么在这种问题家庭呢，太可怕了，你对我不仁，休怪我对你不义，不是的，正好修炼嘛。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在平凡生活里面，平凡也是一种快乐，也是一种福气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警觉到说忧患意识，我在平凡的生活平常跟别人来往的小地方都注意，从小地方注意起，要注意到起心动念，让自己化解自我的念头，自私的念头，慢慢你就习惯了嘛。慢慢习惯看到别人占小便宜你也没感觉了，哎，自己稍微牺牲一点也觉得很快乐啊，我牺牲一点让别人开心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愿意做。你慢慢发现什么呢？老子说得好，他说既与人己欲多，既与为人，这个就是你给别人多你自己变越多。如果是钱的话呢，我钱给别人我就没有了，但是精神上的力量，我替别人设想的越多，越关心别人，我的爱心啊源源不绝。老子讲的是就是所谓的灵啊，庄子不用这个字，他用精神，我为别人想的越多，我代表我内在的能力越强。通常一个伟大的人啊，他替别人服务的时候他感到很快乐，因为我越牺牲奉献我内在越充足。相反的，一个人越是要得到许多财物啊，许多外在的名声权力的话，他得到的越多他其实剩下的越少，他根本就已经没有内在的自我，都靠外在来充实自己了，其实是很可怜的。相反的，一个人如果说什么都没有，他反而拥有天下，像甘地，印度的甘地，甘地死的时候呢只剩下一件衣服换洗的跟一副眼镜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谁敢说甘地贫穷？德瑞莎修女也是印度的啊，她是阿尔巴尼亚人到印度去当修女，帮助很多人，死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水桶跟一件换洗的衣服，那么穷困，但是天下有谁比他们富足？你就知道生命的特色了。我们一般老百姓，小老百姓，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他们成为圣人伟大的成就，我们没希望。错了，每一个人有一样的希望。只要你平常多去了解儒家跟道家的道理，提醒自己，在每件事情，只要跟别人有一种相互来往冲突的时候呢，尽量自我约束。谢谢。